我要享受自己的敌人慢慢伏在自己脚下受尽折磨的感觉。好，这种坚毅才是我们下葬王族的风范。四海，赶紧让他跟我的二师父成真，展开我们王朝的灵力。是，老爷。不需要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拥有皇族血脉，我只想靠自己实力。四海，你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，为我那个不称职的爷爷尽一点心。是，老爷。浩儿，你能叫我一声爷爷吗？现在我找到我的孙女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这些人对他造成的伤害。老爷，只是小少爷身心要强，你这样直接去帮他，那恐怕你是不会接受。他真的好像他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真的是我们夏家的种。我们现在出面去帮他恐怕不是太方便。这样吧，暂时把那个霍城天后集团交给浩儿的管理，为什么不重要，给他练练手。老爷所言极是。还有浩儿的身份被公开，我是怕有仇家报仇，明白没有？啊，老爷放心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妈，我跟吴昊还没有离婚呢。哎，不管离不离婚，我都不会承认她是我女婿的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给您丢人了。你是不是同意离婚了？妈，我是不会离开小雪的。我看见你就生气，有东西滚多远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你这两天都去哪了？我出去了一趟，我想想看能不能弄点钱出来。你可千万别干什么傻事儿，告诉你钱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放心吧老婆，我有办法了。咱可不能干那些违法的事情，奶奶说了，暂时不把我们赶出叶家，只要我们谈成下一个合作，就可以继续留在叶家，还可以升职加薪呢。什么合作？天豪集团的合作。天豪集团。少爷，这张卡您先拿着。这张卡里有多少钱？这张卡里没钱。没有钱？那你给我干什么？这张至尊黑金卡市上仅有十张，是一张无限量额度的信用卡。贺城的天豪集团也已在您的名下，您随时可以接手，那边我已经安排妥当。小雪，你先去吧，合作的事情呢我帮你搞定。你帮我搞定，你还是干好你的活吧。那我先去了。嗯，我先去看看爷爷给我买的这个公司。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
下队长合作的。你说什么你？我是故意做这样，就是在电话集团被人看见了也想跑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我就饶了你。哎，你看，还就这么进去了，还没人拦呢。是不是他已经在里面找了份打扫厕所的工作？所以没人拦他。我不管，就算是扫厕所，得找人团队。你这是夏浩先生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房主管早就交代过了，说新董事长夏浩先生穿着比较另类。哦，很快就不会这么另类了。董事长您好，我是您的助理王若涵，也是天豪的副董事长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我就代为管理公司。王副董，外面叫刘志安和他的夫人想来拜会您。你没看见我这儿有贵客吗？贵客，让他们一边等着。你认识刘志安？哦，他是咱们公司的供应商，主要业务也是依附于咱们公司的，一直想来拜会。这种小角色就不劳烦董事长亲自解决了。你误会了，告诉他们，从今天起，他们不能再赚到天豪集团的一分钱，所有的合作项目全部叫停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副总不要干了，这个副总不要干了。听见董事长的话了吗？这位董事长，废什么话，赶紧把那两个给我轰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记得告诉他，天豪集团是不会跟他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的。听见了吗？要一字不差的转达董事长的意思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回来，把保安队长叫去，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把他们打一顿扔出去。嗯，没问题。那个陆秘书您好，请问王副总现在有时间吗？回去见您。我们董事长说了，天豪集团不会跟你们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。说什么？我相信天豪集团是不会跟你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的。这不可能啊。是啊，什么不可能啊？不可能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个陆秘书，我要见王副总，我现在就要见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王副总，你说见就能见的吗？你一个小秘书，怎么跟我们刘总说话呢？他也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敢打我老婆？打出去！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哦，对了，从今日起，天豪集团暂停了刘家的所有项目。什么？喂？小王八蛋，你在外面犯了什么事？天豪集团取消了所有跟我们的合作。难道您看到的这事真的跟天豪集团有关系？这不可能啊！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啊，今年工资翻三倍。谢谢董事长。不过呢，我还要交代你两件事情。董事长尽管吩咐。第一件事，宣布天豪集团易主，新董事长上任这件事情。但是对外又说，新董事长姓吴。是，可是为什么是姓吴？不该问的别问。是。第二件事，对鹤城投资20亿建一个大型的游乐园，本市的相关公司都可以参与竞标，但是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允许签约。明白。老婆，这下你不用再担心谈不下来合作了。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天豪集团要抛出20亿的游乐园项目，我们叶家不谈，只要能拿下1%，2000万足矣。你们有谁能放出来去天豪旗下？妈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，让小姐去谈，谈不下来不服也。二叔，你怎么反悔了吗？反悔也可以啊，把那个瑞旭甩了再给吴少，凭吴少的资源区区2000万的项目，那可是省大钱。对对对，就让小姐，要是谈不成啊，就让你滚出去。闭嘴吧，都忘了前面被赶出来的事了。哎，那是说忘记跟你看看啊。那你现在就去啊，看看能不能谈谈。你们谁有能耐站出来去天豪谈一下？你像废物，关键时刻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，公司养着你们干什么呀？高雪飞。